好，那我们首先要来教你洗车。嗯，那我们第一步先上泡沫。好，嗯，是。好，那首先上泡沫呢，可以软化一些脏污。嗯，那透过软化这脏污呢，你在洗车过程中比较不会刮伤你的爱车。哦。好，那我们第一步就先上泡沫吧。好，那我们上完泡沫之后，等着差不多3到5分钟，让它去软化这些脏污。那3到5分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高压水枪把这些泡沫都冲掉。哦，第二步骤。那我们冲水呢，基本上从车顶开始冲，从上面冲到下面，然后从近的冲到远。那像在冲车头的部分啊，我们尽量站在外面往里面冲，因为如果你从里面冲出来的话，有可能会喷到隔壁的车友。那他好不容易洗完车，那车子就被冲脏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三步骤呢，我们开始进入正洗。那因为西西买这台车呢，它是新车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脱水护膜洗车巾，那我们倒在海绵上面之后搓揉起泡，就可以开始洗了。为什么要用这个？那因为这台是新车，那现在看起来原厂帮你做一些美容啊、镀膜啊，因为刚看水质还蛮漂亮的。那我们直接使用这一款洗的话，是加强它的镀膜效果，因为基本上有一个透明的保护膜在你的车子上面，就不用再另外再去镀膜这样。对，它是算是一个保护的效果。哦，了解。对，那它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搓起泡。哎，流汗了哎，我帮你擦一下。很热。对啊。那就更热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搓起泡的话就是这样。如果不够的话，也再添加一下洗车精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洗车吧。好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轮胎的部分，我们单独去洗它。好。对，好，那我们首先用到的工具有铝圈刷，细节刷，还有螺帽刷。这么多、哦？对，那像这个铝圈刷，你可以刷像这个大面积啊，你刷得到的地方，可以伸进去。对。好，然后像这个螺帽刷呢？它就是刷这个螺丝孔的地方，就伸进去，然后转一下。那接下来这一步呢，我们要开始冲水了。哦，好，走走走。好，那这个冲水等下就交给你操作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我跟你讲，你若是无爱把钱交出来，我就要亏钱啊！欸不行，那不对。为什么？水枪不可以对着人。哦，是哦，会怎样？会很危险。如果你碰到的话，有可能会脱皮。是啊、哦。对，如果不小心射到眼睛，有可能会失明。啊，好恐怖、哦！好，那这要怎么用？好，那我教你。因为等一下这个是扳机。那等一下我们如果是女生的话，力气通常比较小，那我们会建议她双手握住。不过在冲水的同时呢？你要注意这个管线，就尽量不要去摩擦到车身。哦，对，好，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好。
冲完水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好，冲完水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把水分擦干。那我们擦干的话，使用磨洗机。哦，这个我很会啦，来，我来介绍。来来来，很主席刷几把爱心好刷下去。来，这个磨洗机有哇厉害嘞，来看哪样？八倍吸水力，各位同学来，镜头看过来哈、哦。我们只要这样子哈、哦，互相盖着哈，压压压压压。我穿过水雾啦，就是安尼清气啦。那我们在擦的时候，也可以像这样拉过去，它的水都被吸干了。真的哎。好，那我们在擦的时候呢，也要适时的把它拧干。把它拧干。对。哇，真的很会吸水呢。我看上面只有一点点，怎么扭可以扭这么多水？它八倍的吸水力，所以它吸水效果特别好。哇。阿翔，老板说还有这块布要拍啦。哦，好了。是什么？是浴巾吗？好，那我来介绍一下，它这一块叫做魔术吸水布。哦，就是我们在洗车的时候身体会湿，所以要拿这个擦身体，是吗？不是、哦，也是拿来擦车子的。哦，是哦。那如果你要买来擦身体也是可以的。哦。好，那它跟这磨洗机一样，它是来擦干你的爱车的水分。不要讲这么多了，琪琪，我教你变一个魔术，来，这个给你，好，你跟着我走。好，那你在这边，布这一面给你吧。好，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就擦拭这块引擎盖，然后擦回去喽。好，走吧。接下来擦干之后呢，我们来做保养。嗯，那使用这个新的魔幻护膜剂。嗯，那它使用很简单，只要在上面简单的喷过去，嗯，再用这块布把它擦均匀、擦亮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么简单。对，那它在用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，在干的、在干燥的状态下使用。嗯，给它连大灯啊、护壳啊，跟那种塑胶附件啊，甚至连轮胎也可以啊。对，连车内也可以。对，那前挡的话，我们尽量建议不要使用，因为它前挡还是使用专用的玻璃布。哦，不然可能会反光。对，会有眩光的问题。嗯。那现在我们来使用吧。好啊。那车的时候呢，先小心点。嗯。太白了。好，那喷完之后，我马上把它擦掉。好，擦这个有技巧吗？就是擦干就好。就是尽量擦匀。那在擦的时候，用不同的角度去看，去看有没有被擦干净。在擦的时候可以稍微一点力道，然后吃进去了，就把它擦干这样。所以是把它擦干，把它这个药剂把它吃掉。哇，我觉得又变更亮了耶！耶、yeah! ！今天非常高兴的来到了爱车保姆，除了买到了洗车保养工具之外呢，也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的洗车体验啦！真的非常谢谢健健还有翔翔这么详细的解说，真的让我收获非常的多。不会。